小童，小童，我的孩子！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小童带回来的。我来打破他的堡垒。啊！不要靠近我！陈峰，快跑！好险呐！小童，我们是为了救你才这样做的。我不要你滚！糟糕，来不及了！看我的玄鸟飞弹！不要靠近我！啊！灵犀惊能盾！这外壳好坚固，我们的攻击没有效果，还会引来强烈的反击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不好，我的危险！啊！见识到我机械兽的厉害了吧？最强大的火力，最坚固的防护，逃避机械兽，乘胜追击！大家小心！不熟啊！喂，你倒是上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机械兽似乎没什么战意，这样最好。这里是市区，要避免战斗才是。我看这个机械兽逃避战斗和小童逃避比赛都是一样的。比赛？我不要比赛！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小童，妈妈看你喜欢钢琴，才让你去比赛的。你不想比赛就不要去了，赶紧回到妈妈身边吧。钢琴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救小童。爱弹琴的孩子肯定是善良的孩子，那就用琴声来表达心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生疏了，生疏了。真不错，妈妈在工作，你自己练吧。那这个平板电脑可以打分的。弹得真棒。千辛万苦把你变成机械兽，可不是让你来卖艺的。啊！
竟然可以穿透连虎爪都扛得住的外壳。各位，机械兽露脸后壳防御会降低，这就是破绽。原来如此，不想再受苦，就给我灭了神兽战队。这样拖下去不行，我们去阻止炮火。好，没有坚固的外壳，猛烈的炮火。对，我要永远待在外壳里，谁也别想让我从壳里出来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危险！叶辉，带他走。嗯，小心点。召唤神兽金钩。攻击无效，必须让他露脸，把防御降下来，然后五合体强力进化。我掩护你们五合体。我们轰破头部舱门，先让小童露出头来。等等，先让我来。小童，这坚硬的外壳不是在保护你，而是囚禁你，就像你一直待的房间。啊！太好了，他听到了。一直都是电脑陪你练琴，其实你一定更想妈妈陪你，对不对？那就告诉妈妈，我不要一直都是电脑陪我，我爱妈妈。我要妈妈陪我练琴，让妈妈知道你的钢琴弹的是那么的棒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琴声是多么的美妙。你弹的真棒，等你长大了，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钢琴家。我要妈妈。太好了，机械兽好像有所触动了。他们都是骗你的，真丢人，赶紧给我上啊。我要妈妈。喂，你这个没用的家伙。小童，做得好，我们帮你一起挣脱逃避的外壳。必杀神兽金刚兽成功。你用自己的力量挣破了壁垒，非常勇敢，你真棒！这么勇敢的你，还会害怕别人的目光吗？嗯，嘿嘿，不怕，我再也不会逃避了。